2.5寸 FHA 串口硬盘专用一曲线。首先，我们要插好硬盘，另一头要接在电脑的 USB 3.0 接口上。插好。磁盘管理里面显示盘符，这里显示盘符就代表安装成功了。现在我们看一下传输速度，稳定在每秒90兆，速度很快。这是一个老笔记本，2014年的 ，IBM 7440。至于有些说慢的，请检查一下你的硬盘是不是有坏道，文件还有电脑的配置，不要再来抹黑了。